不过没有关系，今天甜心宝贝的哑巴已经爆啦。虽然这个颜色跟我想象中的有点差异，但是怎么说还是新买的对吧？给点面子吧。当我吃完饭坐下刷抖音时，音乐公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主可不得了，找个全网也没找到这个配色毛。于是 Tony 颜上线了，先来一个梦幻金色无痕接发，再来一个公主必备亮瞎眼子。你们都在问我跟严哥是什么关系，他今天是我老公，不是我老爹，那我来个公主版真真吧。别愁眉苦脸的了，找不到我的男孩子又不是你一个。